吃斋念佛，诵经打坐，又有几个真的心如止水，清净无畏？你看看，这大风大雪的，还要这么拼命，一定也是为了那个玩意儿。哼，你来之前，我算过一卦，你猜猜写的是啥？动不如静，有财无命。既要送死，也不拦你。小西天土地在此恭迎天命人。中的小庙没，那里面便藏着你要的东西。趁此地的主人不在，快快取走，切勿停留。
好得很，好得很。他还记得你的味道。那猴活着的时候，只知四处求人，哭哭啼啼。死了还祸及子孙，引得你们一个个送上门来。我这大包都快装不下了。康金龙，你法性已通，出来帮为师试试他的成色。看看这只猴子是否够格做我的弟子。就别想再轻易涅槃。